黄义雄先生，他呢现在人不在了，但是呢，我很谢谢当时他把我带进来癌症希望基金会，然后可以唱歌给我们所有的病友听，还有我们现场的朋友听。在每一年的年中12月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呢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缘分跟福报，所以呢，也给我们给我的老板黄义雄先生掌声一下。但是呢，我相信呢，唱这一首歌，你们心里应该会有暖暖的暖意。对，那希望大家跟我比一个动作，对，就是爱心，好吧？边唱一起哦。对，因为我们有摄影大哥会记录，没有这个没有比的哦，可能就会泼上网哈。对，比一个爱心。然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呢，这首歌歌词里头有两个字，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念这两个字，叫做宝贝。宝贝。对，还有癌症希望基金会是不是你们的宝贝？如果是的话，大声一点，一二三。宝贝。很好，带来这一首《咪就腿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Okay.
超过30秒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好开心，谢谢你们。哎，刚刚我没有看到那个画面，然后我可以唱着吗？你是我最爱。
算真命运。我们这样已经是这样已经是裸体了。
下来呢，我要邀请这一位呢，算是我心目中的女神。她是仙女，对，因为呢，我进到这位姐姐第一次，差不多也是十年前的时候，依然都没变，依然身材这么好，依然面貌依然这么的年轻漂亮，让我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于台烟小姐。